哦，好好听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模拟四名三。虽然有一两个礼拜没玩，但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带了这个机器人回来。今天来看看机器人回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吧，好不好 ？Let's do it。然后今天我主要想要操作机器人，哦，看看机器人可以在我们家里呢可以做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因为它本身呢是需要吃电的部分，那也有人跟我说，哎，它会偷电，如果电呢偷电坏了之后，可能也会坏掉这样子。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会怎么样。那也有人说可以直接从这边买那种充电站，但是我们待会先看看看情况怎么样，再来决定好了，好吧？我们来跟妈妈互动一下，好，她也算是我们的妈妈了嘛，对不对？金锥机器人，然后看看今天小孩会不会长大，我觉得有点难欸，阿浩夫一直都还没长大，然后都是我们的妈妈在照顾。她一直在跟某人聊天，先把它关掉，我们先叫她进来好了。啊，她不能啊，她不能进去啦，啊，难怪想说她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先把门开起来，嗯，叫他来开一下。哎，进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这样可以自己设定吗？我们上锁看看。我的家庭。OK， 我们把这边指定是我们能开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哇塞，脏到爆啊！这叫暑假清一下，怎么会脏成这样？整个都长青苔了。可我猜妈妈的年限应该差不多要到了。先让他们睡觉吧，过一天之后再看看，再努力赚钱。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在卖那种电器充电站。哎，找不到哎，怎么办？各位有谁知道那个机器人充电在哪里了？可以谈恋爱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然其实可以再买一个人来，这样子感觉是不错的。快没电了，我看待会没电会怎么样，好吧？然后让这个合力先把画给画完了。我想要让这个机器人也来画画看看，说不定他画的更多钱了。我们再买个画架好了，我们来把它放在这边。这个我们把它放在550而已，这么便宜，而且这个是电脑用的，跟它蛮符合它的那种感觉的。我们叫它来试画看看。我的天啊，暑假的时光进行的运动，可能对你后代只能造成影响。又要去了，我寿命剩下6个小时了，电力啦，不是寿命。我们等他把这幅画画完，我们就去。非常之快，而且画起来真的是很不一样。他没电了，他没电了，偷电了，偷电了。真的会偷电欸，但电视到底会不会坏啊？好像目前还不会坏啊，欸，那也还好嘛，那不太需要担心的，让他继续画。等等哦，你看他绘画技能真的很快，我们画这么久呢，都很慢才升级，就像钓鱼也是一样，那真的很快。他也有电话，真的假的？太神奇了！我觉得他们电话线，欸，你看他要升第三级了，有没有？第三级的绘画，他才画一幅画没画完，就已经达到三级的 level， 让他卖掉。哦，三十六块啦，不是零元啦。那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了，那他们都在睡，先让他们去睡好了。然后待会呢，我们就回去未来再找一个新的机器人回来。刚刚那幅卖36块，说不定以后卖360块，赚钱蛮多钱的。其实没他都在偷，哎，他什么店都能偷呢？他会帮我们把东西收好哦，棉被铺好，哎 ，very good 呢，还会陪人家讲话，等级四了，绘画等级四了，马上就，我觉得再多画几次就真的变大师级了，安安哦，哎，浩夫要长大了，各位，他即将开始生命的大冒险下个阶段了，我们终于要长大了，电费应该会变很多钱，我猜真的会，不过还不确定，电器坏光光啊，那到底该怎么买啊？我去未来也没看到说可以买电器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结婚 ，I don't know。哇，你看变134了，哦，越来越多钱呢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再去找一个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准备回去未来了。好，回去未来。那虽然等一下回来可能差不多应该那个我们的后夫就会长大了，或者是我们待会就做个蛋糕，然后叫他来用这样子。来吧，那我们带他一起去回去那个未来看一下。他应该是女的，因为他是粉红色的，对不对 ？HiFi 又在偷电了，接受。世界了，未来的世界。好，一样，我们要去这个悬崖小路的51号，然后待会在回程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就会去，再找一个机器人跟我们一起回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先 Let's go。来了，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子孙。上次我们有来见过他一次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演奏一下，我好像需要练到第四级。然后，不然我先让这个机器人呢，先自己去钓鱼好了。反正他其实也不太会累或是怎么样啊。即便在这边累了，他还是可以那个持续的充别人家的电，就跟我比较没关系了。叫他来这边钓，趁白天的时候我们再去买一个机器人这样子，然后再回我们家。想睡觉了，好，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虽然说睡人家的床都会被人家干掉，但是还是要睡一下，走吧。妈妈有可能在这里结婚吗？应该不会，我没有打算让妈妈结婚，因为这样子再演下去呢，就会拖很久。好，那先让她睡觉，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的机器人。好了，快要白天，哎，六点多了，这只钓我们就回去。OK， 顺便升级了。好，不要钓了，其实让它继续钓也没差哦，那就继续钓吧。然后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妈妈。那现在先起来，我们前往去那个机器人的市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主要目的就是，把机器人再带个回去。然后待会我们看可不可以把那个从未来带的那些蔬菜呢，种在我们家面前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今天大概会是这样子，好像都差不多哈，没有特别新货还是怎么样。那我们还是再买一只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是，买一只那个5322的，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好，品质的应该会比较好，好吧？来买一只吧，要用5322买这个机器人嘛？耶，我们家有两个机器人了，太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去买一下这个插件，然后它有自我意识跟办公机器，所以它应该是蛮会赚钱之类的。好，来买吧。那刚机器巧手这个我觉得可以，然后机器钓手，这钓鱼很厉害的吗？友善态度、心理咨询、爱乐机器、自我意识刚好像有了心理咨询，我觉得先买机器钓手，然后友善态度。爱乐机器也买好了，暂时先这样，再要花1000块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那个装进来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准备把晶片插上去了。好，那现在有这几个，我们还可以插3个。那我觉得机器巧手这个可以，就是可以让它那个替你家里修理机器。那因为通常呢，我们是不是会那个去偷电嘛？所以我在想，它应该可以帮我们修理机器这样子。这个，然后机器钓手是可以钓鱼更厉害的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屌的，这个也给它弄进来好了。然后友善态度是可以维持交际，或是乐器，我觉得乐器这样先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就完成了。那这个好像要等等级更高一点，9级10级才可以再打开。好的，走吧，那我们就准备带回去我们的未来了。那先让它再去充个电，它应该也有用到一点点电了。用跑了，跑起来，我们上来准备回去了。你看他们已经在那边等了。我们三人准备回家啦，然后之后再让他们两个看可不可以萌发爱意的感觉。耶，回来了。OK。噔噔噔噔，哇，又多一个人啦！你看他一来就想要弹吉他，两个人看起来已经勾搭上线了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你看两个人变好朋友了。然后我想现在先把这个画作画完。画作先让它画完，然后也把这个换成电子的画框，这样子应该会更棒。那 HiFi 呢，就继续来画吧，练习绘画，靠这样子赚钱。我应该不用去大学，你看，我应该再买个新的吉他给他好了，因为这把其实有点旧。我们来看一下吉他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把这只呢，把它现在已经放拿着，我们就没办法动了，等一下再把它卖掉。哦，有音箱的。哦，厉害，果然是爱乐机器人。哇塞，不错不错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。然后妈妈先把这个停掉。哦，好好听哦。而且他做的动作其实还蛮像的。你不觉得这样子一家和乐很棒吗？超棒，超棒！大家都有大家的事情要做，这样就差了后辅还没起来。对，很好听啊，很好听。OK，
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模拟市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动作呢，就是已经多找了一位机器人一起来陪伴，然后后府呢应该在下一集就会慢慢长大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们可以努力的让这个家变得更好，让它完成了一个时代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模拟市民系列，谢谢帮我按赞和订阅，顺便按下铃铛追踪我的开动台。